彤今天怎么没有去外面玩啊？爸爸，你回来了。嗯。干嘛？不开心啊？又被奶奶骂了？没有啊，妈妈和向叔叔去看班尼姐姐的电影，不带我去。他们去首映礼了。爸爸，曼迪姐姐不是你的女朋友吗？为什么你不去呀？因为爸爸想陪你呀。还有啊，爸爸跟曼迪姐姐是朋友，不是男女朋友，知道吗？有什么区别呀？朋友之间呢，是一种友爱。反正啊，长大以后你就知道了。嗯，我不知道。哎，看谁跳得高！快！你有高吗？爸爸是个大笨蛋。你是小笨蛋。大笨蛋。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啊？好啊，大笨蛋。我想妈妈和我们一起去。妈妈在忙，下次约她好不好？好。好，那赶快去换衣服，快，快去。啊，走喽！小笨蛋，快快快！真是，怎么还没来呀？啊？是啊。来了来了来了！过来一下。不是，还不来？这么久，来这么早啊？特地来看他的。你怎么这么快？在等电话。哦，我怕彤彤打电话。好了，别说谎了，你又不闪闪眼睛。还挺搭配的嘛。可喜欢拍他的电影了。参加这种活动，脸上是要挂着笑容的。像这样。回去吃饭。来，我喜欢你。曼迪，今天是新片首映的大日子，厉仲谋先生怎么没有送上祝福啊？他最近工作比较忙，他最近都没有出现，是不是你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啊？听说厉仲谋因为儿子的问题和你出现了分歧，是真的吗？是啊，曼迪，你喜欢小孩子吗？当然喜欢了。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朋友。好朋友。是吗？单亲妈妈。哎，你看，这个女的好像就是上次和厉仲谋争夺儿子抚养权的那个单亲妈妈吴彤。这位女士就是厉总儿子的母亲，也是我的好朋友。今天是特意来祝贺我的，所以我跟厉总怎么可能还有分歧呢？至于这位，哎，好像是和张曼迪小姐交往过的向律师。向律师，请问您今天出现是否意味着您和张曼迪小姐将爱火重燃呢？吴小姐，请问你和向律师是不是正在热恋呢？那厉总怎么看呢？吴小姐，请问您私底下和厉仲谋先生接触多吗？为了孩子的成长，有没有考虑过在一起生活呢？是啊。吴总啊，你们的问题不要这么尖锐嘛。这里这么多记者，现在从不礼貌。您再说两句吧。再说两句吧。简单说说。今天是张曼迪小姐。吴小姐，你再大点声吧！大家就不要为难吴小姐了。今天是我要向俊先生带吴小姐来的。其实，在私底下，我和仲谋还有吴小姐、向俊先生，我们四个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哦，真的吗？真的是这种关系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呀！你们是这种关系。曼迪，你们这种关系比你的新片剧情更吸引人呢。给我们大家讲讲吧。那你的意思是没有人看我的电影了？那我岂不是很惨？对吗，吴小姐，你说呢？曼迪小姐，你的意思是吴小姐和厉先生的关系在上次抚养权关系结束后有进一步的发展？您不会介意吗？是啊，你们会不会有进一步发展呀？怎么样，吴小姐？就刚才的问题，您可以给我们回应吗？对啊，回应一下吧。哎，对不起啊，大家小姐有些身体不舒服，慢慢来。好多人啊！你没事吧？没关系。就是向俊，过来，帮我回答问题吧。哦，那我你先去吧。
你在这边等我，我去帮帮他。啊。哎，对呀，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朋友关系嘛。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你们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是的，朋友关系。给我。有认识吗？自己是朋友吗？真的吗？怎么认识的呀？请问你没跟厉总会有新的发展吗？曼迪小姐，你会考虑和向俊先生发展吗？曼迪小姐，请问你和厉总的感情是因为吴小姐的介入才有所变动的吗？你们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可以让吴小姐回答一下吗？哇，新闻报得这么热闹，难怪来得这么早，觉都不睡就过来看新闻。厉总今天没有来首映礼，是否明确预示这样的新闻一个人看都没意思。如你所愿，昨天晚上的事情还算很成功。哎，你看新闻的内容，狄某恋情扑朔迷离，当红女星已有新欢。哎，还有说厉仲谋被甩的，我喜欢这条，首映式新男友曝光，张曼迪新欢俊朗胜旧爱，说我比厉仲谋帅。他们怎么写我不在乎，只要能传得沸沸扬扬，带动我影片的票房就好。我只是在想，当年如果厉仲谋没有追求你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可是他现在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了，你知道吗？我也觉得他从来不会爱上任何人，直到他跟我提出分手的那个时候，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他居然没有否认。他居然承认了，是谁啊？吴桐啊。是我太自负了，我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吴小姐放在眼里，我哪里会想到我会输给一个微不足道的单身母亲。吴桐有他的优点，我知道，是我太轻敌了。湘君，你不是很喜欢他吗？你去追他呀，把他从厉仲谋身边抢过来，这也算帮了我呀。谁说我真心爱上他了？怎么这件事这样难以承认？爱难道是一件说不出口的事？你不愿意承认你对吴桐的感情，是因为你心存顾虑，对不对？那你说说，我是什么心理？一向游戏花丛的向大律师，自从认识吴桐以后，虽然一直口口声声说是利用他，其实你是动了真心。不过，这个女人身份特殊，她是厉仲谋儿子的母亲，如果你要是跟她在一起的话，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算不完的糊涂账。反而如果只是利用他一下，那倒好办了，利用完之后一拍两散，偏偏你又爱上了他，所以你现在是进退两难。你说完了吗？湘君，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去追他呀，不然你会后悔的。你一直说我，那你自己呢？我呢，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我永远把我的爱情和价值观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你是不是戏演太多了，就以为可以骗自己？不管你怎么装，你心里的想法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厉氏总裁一线四角恋啊！哎，吴桐，吴桐，快看快看，这次咱们创媒要火了，你和向总啊都上了头版头条。对呀，连厉氏总裁和张曼迪都扯进来了，不简单呢。小小，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乱说呀？哦，我都说了别老开吴经理的玩笑，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嗯，啊，吴经理，我刚刚说的那三个网点，你们下午过去把合同签一下啊。嗯，好。他们条件给的不好，但是没办法，我们必须得。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耽误了几天。你这两天去哪里了？哦，我是怕你们担心，就说家里有事情。其实我是去石家庄那边。不用说了，你已经被公司解雇了。
什么？你没听明白吗？立刻收拾你的东西，离开创美。为什么？吴经理，出什么事儿了？你先别着急，听他把话说完。你们俩先出去一下。洋洋，公司出事那天，你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啊？我那天送向总去了医院，然后我给你打完电话以后，我的手机就没电了。后来家里有人找我，我就急着回去，就没来得及等到你。你的家人？你不是一个人住吗？你的家人找你，还是林建东找你？你是厉仲谋派过来的人吧？向总，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你怎么不明白？我不想听你狡辩。林建东确实是我的中学同学，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忽然提到他？你别装傻了，是不是他让你来创美的？是他找我来的。不得不说，为了创美，你真是费尽心思，让一个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来当吴桐的助理，还帮他做了这么完美的计划书，挑起服务网点的人员和公司的纠纷，让创美的整个服务网络瘫痪，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不是这样的，吴经理，请你相信我。我一开始的计划你也是认可的，只是后来执行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我已经第一时间想到补救的办法了。我去了石家庄，有个朋友告诉我，石家庄有个厂子，是全国服务网点中口碑最好的。你说的是石家庄的信阳电子？对啊，你也知道。我当然知道。几年前我就想跟他们合作，一直没找到机会。我在想的是，你去找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我也没把握，所以我只是想去试试看。结果怎么样？他们同意了。啊？这个是资料和初步你的合约，我看过了，没有问题，拿回来让你们看看。他们这家厂子不仅硬件条件好，而且服务态度更好。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缠了厂长好几天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是吗？就凭你说几句话，人家就能答应你吗？向总，我知道这件事我有责任，所以如果办不成的话，我真是没脸回来见你们了。这个合约如果能签下来，创美就有了强大的后盾，服务这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对公司来说是件好事情。张远，你确定我们将来不会过分的依赖这个厂子而失去自主权？我觉得还是按照原计划和已经谈妥的网点签订合约比较好。向总，你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就是因为我认识林建东。你要说我有偏见也行，看你不顺眼也罢，反正你已经不是创美的人了，立刻离开。湘君，如果洋洋的计划可行，也是为了创美好，你为什么要拒绝？你问我为什么？你是不是希望厉仲谋的人深度介入创美，把向氏所有的一切都变成历史的，好帮助你的心上人，是这样吗？你在说什么？我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为什么明明知道还相信他的人？吴桐，你清醒点好不好？要清醒的人是你好不好？创美现在是你的公司，如果你要是真的为他好，你为什么要拒绝这个方案？难道就是因为这个计划是洋洋做的吗？我不想跟你吵架，尤其是为了他。我也不想跟你吵，我这是就事论事。行了，别吵了。这样吧，我们做一个公开的表决。不必了，我是公司总裁，我说了算。湘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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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经理，我看我来辞职吧，实在不好意思，没想到事情变成这个样子，给你添麻烦了。你别这么说，我一直都相信你不是那种暗中使坏的人，而且在这个公司你一直都在帮我，我真的很感谢你。谢谢你信任我，但是我还是要辞职。我想知道林建东为什么要你来。他只是说这边有个职位适合我，所以我就来了。我一直都觉得像你这种能力不应该只是来创美当一个小小的助理，请告诉我实话，是不是林建东要你来帮我？吴经理，你就别问了。干嘛不让我问？是林建东特意让你来帮我的，对不对？你真的不认识厉仲谋，
我连他面都没见过，怎么认识啊？吴经理，如果没别的事的话，那我先出去了。他是不是在帮我呢？妈妈，吴小姐，您好。林特助，我能跟您谈谈吗？跟我？对，可以吗？但是我现在要送彤彤回公司，厉总说他开完会要跟彤彤吃饭。哦，那我可以一起去吗？这样吧，我打电话请示一下厉总。好。太好了，太好了，妈妈跟我们一起吃饭了。彤彤乖。厉总，吴小姐来幼儿园了，她来接彤彤，而且她要去公司。厉总正在开会，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介意，我可以等。好，上车吧。走。吴小姐，请喝水。谢谢。以后叫我吴彤吧。吴小姐，是这样，厉总可能还需要一会儿，要不然你跟彤彤先吃点水果。啊，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刚好我有些事情想问你。洋洋，是你找来帮我们的吗？你已经知道了。你特意让洋洋来帮我们，是为了什么？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太深的交情吧？吴小姐，有些问题你不需要知道。这是他的意思吗？我有问过他，他为什么不肯说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要不然你当面问他吧。那他认识洋洋吗？不认识。那怎么会？这么说吧，我当初去找周茂的时候，并不知道你们也找过他。后来周茂过来上班，提到了臭美，我才知道我无意间挖了你们的墙角。他不是你们有意挖走的呀。当然不是。况且他也有选择的权利。事实上，我认为周茂只有管理酒店的能力，他并不适合创美的发展。我后来也把这件事情告诉厉总了。所以他让你来帮我？厉总只是跟我说，既然我让你们损失了一个人，就得想办法补救。当时洋洋正好找工作，他的能力我是了解的。我就想，如果洋洋能进创美的话，就应该是个最好的补救方法。那后来创美出事你知道吗？创美出事是洋洋告诉我的。不过第二天他就去了石家庄。这是你的意思？不是。洋洋以他的能力，他对这个电子行业其实了解的并不多，可是这么快就找到石家庄的厂子，他凭什么说服人家？这应该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能办到的吧。吴小姐，其实你已经很清楚了，你真的没有必要再问我。你应该问那个真正的知情人，对吗？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林特助。哎，别这么客气，你就叫我建东吧。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至于什么理由，我就不用多说了。我跟了他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对哪个人花这么多心思。喂，李总，啊，吴小姐到了，她想见你。好，好。吴小姐，李总请你上去见她。要是说对不起，会不会有些丢脸啊？妈妈，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因为妈妈做错了事情，应该道歉，对吗？妈妈，
老师说过，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可是妈妈是个大人呀，怎么办？那妈妈你就当个好大人吧。找有事。你是不是很忙啊？我会不会耽误你啊？爸爸，妈妈想跟你说对不起。来，爸爸，老师说过，只要是勇敢地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妈妈是个好大人，你要原谅妈妈哦。厉总，有您的电话。等一下。嗯。妈妈加油。爸爸。这是送给我的吗？对呀，彤彤刚刚讲的话特别有道理，所以这是爸爸给你的奖励。可是太大盒了，我吃不完。我去分给秘书姐姐还有林叔叔好不好？好啊，那你要记得帮爸爸做一件事，把这个东西丢在林叔叔脸上好不好？好。你惯坏他了。惩罚机制是进步的手段，有错就改是进步的表现。对不起。你知道我想要听到的不是这三个字。我当时问过你有没有插手创美的事情，可你为什么不说啊？你要我说什么？就告诉我你没有做对创美不好的事情，还让杨洋来帮我们。我那样误会你，你为什么不解释啊？我以为你会相信我，解释是弱者的表现，而且你的心已经相信了向俊，不是吗？我对不起。当初周茂来到力士，所以我请建东找人去填补那个空缺，就是不希望你们创美一开始就乱了手脚。你想帮我？算是吧。不过建东找去的人，我不清楚他到底是能帮上忙还是去添乱。那后来呢？后来创美出了事。创美出事的那一晚，你跟我在一起，可是你已经不相信我了。那你要早点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都怪你不讲道理。我那杨洋后来去了石家庄也是你的意思了？还有你跟石家庄的厂子怎么有业务啊？没有，我只是帮他们的自主品牌拓展了三个销售平台。那这样的交换条件代价会不会太大了？不会啊，这是互惠互利的事，可以帮到他们也可以帮到力士，顺便还可以帮助创美渡过难关，不是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帮我？你觉得呢？厉总，那个电话还接吗？你觉得呢？是法国来的电话，因为法语我只会说一句笨猪，要不然我就跟他们聊了。我先离开吧。先去陪彤彤，待会儿一起吃饭。好。我知道了。好，拜拜。
谢谢。忙完了。不好意思，今天忙太久了。来，带你去吃饭。哎，那我们走了，彤彤怎么办？我让陈伯来接他。今天可不可以让他去我那边啊？那你得亲我一下。好了，打电话了。嗯。喂。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回来？小孩子作息要有规律。你这么忙，就不要一直把他留在身边。我是他爸爸，多陪陪儿子也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把他丢在一边不管吗？这不是管，是放纵。养不教，父之过。你从小让他这么松散，将来他怎么比别人更优秀啊？我不需要他比别人优秀，我只希望他以后快乐。我们回去吧。嗯。要不要吃点什么？刚才你都没有吃东西。好。嗯，可是冰箱里只有昨天的剩饭，可以吗？只有一点点炒饭，你先将就一下吧。嗯，谢谢。是不是很难吃啊？你是不是应该去报个厨艺班啊？做饭这种事情本来就需要天分嘛，我又没有，要不然我给你叫外卖吧。没关系啊，没事，我反正很饿。你不吃一点？哦，我的饭在锅里。啊，吃我的。嗯，也不是很难吃啊。嗯，那是向俊送给彤彤的，他说反正都是旧的，也没有人可以送，所以有的时候旧的东西比新的好，旧的东西有感情在里面。他愿意送充满回忆的玩具给彤彤，代表他是真心对彤彤好。向俊对彤彤真的很好，可能因为是亲叔叔的关系吧，毕竟血脉之间的亲情是割不断的。其实我很羡慕向俊。为什么？他才是向家名正言顺的儿子。
小的时候，我妈她常拿我跟她比，她很爱笑，大家看她的眼神里总是充满了喜欢。还有向义，向义，他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好多疼爱跟关怀，我好羡慕。他才是向家名正言顺的大公子，我呢，我只是厉仲谋，在别人眼里，我跟他之间什么都不是，不是亲人，甚至连朋友都不是。我们大概只会成为彼此一生中无法释怀的人吧。可是你们本来就是亲人啊。你不懂，他心里面从来没有接受过我，就像我从来都不知道要怎么接近他一样。我们只能彼此凝望，彼此猜疑。我觉得是你们之间心结太深了，明明是亲人，却要像仇人一样，彼此都不相信。你呢？啊？在你心里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去拿饭。醒了，我去给你做饭吧。嗯，做了坏事想要跑啊？什么？偷看我，总得要付出点代价吧？嗯。那我以后再也不看你了。
不行。我要你以后每天都这么看着我。听到没有？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好不好？啊？啊什么？你还不愿意呀？那样的话，你每天回家以后就可以看到彤彤了。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天天看到我。谁要每天看到你啊？起来了，一会儿彤彤该过来了。我帮你，帮小朋友。搬过来和我一起住，我一个人住在公寓很冷的。我还以为你害羞是因为昨天晚上。嘘。你知道吗？我听人家说过，如果一个人容易害羞跟脸红，那就代表这个人坏。哪有啊？单纯。妈妈，爸爸，我也要抱抱。爸爸，你的鼻子好高啊！假的。彤彤，爸爸问你个问题好不好？好。妈妈可以搬过来跟爸爸一起住吗？可以。聪明。妈妈从魔法学校毕业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妈妈呀，因为昨天晚上表现得太好了，所以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而且她还得到了一个大奖。我们全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跟可可一样，睡觉之前听爸爸妈妈给我讲故事了。我才不要呢。彤彤，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两票对一票？你不准反对我们。可是这不公平啊。哪里不公平？就不公平。很公平啊。两票对一票。这么早啊？你昨天不在办公室，去哪儿了？我有点事儿。公事还是私事？算是私事吧。公司正处在危急时刻，你居然还有时间去办私事，不如说出来听听。确实是一些私事，但不太方便讲。我以后在公司我会注意的。啊，对了，洋洋已经辞职了，这是他的辞职报告。一个女人对她的男朋友说，有一些私人问题不太方便讲。你觉得这个男朋友会有什么感受？他会不会很难过？湘君，或许你不要以男朋友的身份去考虑，一切可能会变得好一点。你什么意思啊？是在宣布我们已经分手了吗？湘君，我们在同一间公司，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成是我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好朋友。你知道我要的不是什么好朋友。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你已经选择相信他了？我们在公司外面有很多人，可不可以不要说这些？回答我，为什么？因为事实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害我们，他一直在帮助我们。
事实？什么事实啊？他说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湘君，如果厉仲谋不是你的亲哥哥，如果他不是向义的私生子，你会不会不这么看他？你说什么？你对他有偏见。雨将睡在我胸口，冷风耳边狂吼，夕阳的坠落，路仿佛墨镜透，蔓延灰暗的云朵，遮挡天高海阔，但却不退缩，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先把伤痛都感受，才懂得什么是勇敢，把黑暗都闯过，才会看到辽阔。不痛，逆风去飞翔的倔强，不痛，哪怕只剩下了寂寞，不痛，要给自己一个微笑，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多闪耀。背影拉长在身后，大步地向前走，当我抬起头，满天星在闪烁，开满鲜花的王国还在为我等候，困惑挣脱会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只有征服了脆弱，才懂得什么是勇敢，把黑暗都闯过，才会看到辽阔。不痛，去飞翔的倔强，不痛，哪怕只剩下了寂寞，不痛，要给自己一个微笑，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多闪耀。不痛，放胆和命运去冲撞，不痛，信仰在心底做炙热。